金陵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踢我？踢你？敢在我面前"敌畏无限"这三个字的人，我不杀他，他就该对我感恩戴德了。你还敢当街鬼吼鬼叫，找死！金陵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脾气大，力气重，骄纵任性，目中无人，把他舅舅和父亲的坏处学了个透，母亲的好处却没学到半点。哎，我要不敲打敲打他，将来迟早吃大亏。金陵，哟，你还没逃走呢，也好。哎呦，不知道上一次被我按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的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嗯，杏子，幸好你来得及时。你干什么？你扒我衣服干什么？我的剑呢？我的狗呢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墙里挖出来，你还不跟我说声谢谢？我要不是看在这个份上，你早就死一万次了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听我说，我死一次真的就够了。听话，把剑放下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跑什么？金陵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这小孩真是岂有此理！这说你几句就跑得没影。你是大小姐吗？脾气是越来越大。糟了，江城！哎呦，我不是已经没事回来了吗？你就别念我了。没事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活像泥沟里打了个滚，这叫没事？穿着你家校服多丢人，赶紧回去给我换。说吧，今天遇见什么人了？我说了，什么也没遇到，摔了一跤，白跑一趟。你不许这样抓我了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我是管不了你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你三十岁，我也照样能拽你。下次再敢一个人不打招呼乱跑，我鞭子伺候。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人帮忙，不想让人管，所以才一个人去的。别的不提，江城吃他是大小姐脾气，果真不错。心远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韩先生，心远啊，爱吃肉。你们别管我，你们快吃啊。心远，来，把我的肉吃了吧。我的也给你。独孤学子，快吃。你们这样不太好吧？我也尝尝。
你们这怎么点的全是肉菜啊？我习惯吃肉。你这上辈子是豺狼还是虎豹啊？这么爱吃肉，你管我？哎，人家跳得这么好，你能这么专心的吃饭？是跳得挺漂亮的，但我还是专心吃饭吧。从小工，家中的伙食都得专人负责，荤素搭配的。如今来了上一馆，大部分都是素食，我一时尚未习惯。如今难得有一次机会出来吃，一定要好吃一点。如果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。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一种。